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他们，可是他虽然叫我不要买，可是我就这样买啦。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姐。哎，看看，叮叮叮，叮叮叮，我上去拍个照，拍一下照片。这张是你的脱流的。哦，希望没有割到的东西。本来是要留给你看的，可是你竟然标，你竟然标记我的 video call， 我决定啊，我就把它开掉。没有错，就是阿红，你这是违心。那我先去拍了。推低一下，然后好像很这样的感觉，不错不错。哇，这是什么大便啊？这什么来的？哎呀，对他讨论不是很理解，可是我觉得很不错，他们的衣服很好看。你的耳也太大声了，这么不用紧，我录给我弟弟啊。啊，我都开，我不要给你看，你这样子。给我看两声，哎呦，你的爱耶！首先，第一个是你的爱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果然没有什么，你果然是一个不 lucky 的人，可是没有关系，我来给你看第三个，这样子看不要看得到 ，OK？ 一二三，哒哒哒哒，看，果然我开就是不一样，你开一定有他的嘛。你应该懂它是什么，可是我真的不懂它是什么，我也很好奇一下。看一下照片啊，照片你自己回去看吧，明明你自己拿到它的时候才看的，现在我来看啊，看到很多字吧。哇 ，pretty pretty， 好的 ，OK， 那我再说，就是一张照片，来拆出来看一下。那个小熊是他，他在里面，看吗？他在里面。哇，如果喜欢高光，那这家应该很喜欢这 album， 因为拿了两个吧。不对，不对，好过你，你侧面拿到你喜欢的，爱丽丝有一个。爱我。OK， 两个星，就这样完了，可是你要不要再回去？两个星就这样完了，哒哒哒哒。那个小熊。是，你要很感动，因为你要这个东西给你，害得我没有钱了，都是你的错。嘿，现在就帮你开刀浆，自己回去，我来看看。